明阳国际位在屏东的厂房，昨天傍晚惊传大火，造成严重伤亡。现在第一时间爆炸瞬间画面也曝光了，可以看到当下今天一爆，炸出巨大火球，跟着浓烟直窜，火舌烈焰跟浓浓黑烟看起来相当惊人。远方厂区的人员听见爆炸声响，跑出来查看，发现事态严重，周边监视器也拍下这事故瞬间。